刚才无听到，刚才给个播的一样，我们也习惯啊，好习惯哪里？其实好姐妹就是安尼啦，每每大家都好朋友，对，咱安尼互相开这种玩笑啦。对啊，陈乔，我跟我姐夫也嘛是啊，我姐夫伊两个老公，你会不会觉得我胖了？拢直接甲伊讲你死大块。比如搞我多安尼啦，啊，如果不熟的朋友，你问他在外面就别这样，嘿，在外面就当然，通常等到不该死的吼，伊来甲你问讲，你看我最近是不是胖了？然后我们都跟他说，哦，不会啊，这样肉肉的很好看的，善意的欢迎，没，我有讲的，这样肉肉的也很好看，是讲话较婉转呐吼，比较较无像咱这个一般都比如讲话安尼啦，啊，讲真的吼。知己难寻呐，会当去找到一个真心了解咱的人足少啦。所以呢，有遇到好的朋友，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把握。好，这样知不知道哈？哎，可以晓得我那奈尔哈，哎，这个就是皮肤很白很漂亮哈，哎，得包包玉米冰哈。这个夏天到了，拢没还的。哎，安那个看，哎，就是安那水。来，龙头虾，龙，哎，你头前超爸爸做侪呢。我来个录音中，真的哦。对啊，其实开白色的车子就是有这种困扰。哎，对啊。所以我若开白色的车吼，我若进到位的时阵，我就开始底下顺。真正规个操棒啊！啊，下头咧操棒的时阵，下头咧念心经无？哈哈，多心经来念念。嘿，个超多侪啊！嘿哦，嘿，那都不是点讲要甲弄的哦，那是干阿伤侪哦。其实关就慢慢多啦。哎呀，干脆。尤其是好像来到这个六招打在一耍的哦，招打之前挖海边的关系嘛，挖海边的有这种叫超棒啊，所以要预防这个最好的方式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以后你若要招海耍的时候，你先大你的，因为车的颜色就无多改变了嘛。你先大你的棒棒大一点那个保鲜膜。哦，这个我想过。有想过哦。有。我也贴过。真的假的？龙哥，我也想把保鲜膜贴掉。就开心，完全不留痕迹。那没想过你那头前大保鲜膜啥呢？不会啊不会啊，因为你咧开的时阵根本就无人会去注意你咧啥头，啊你一到位你就把迄个掠起来，对啊，所以完全拢无影响。啊你那我还搞出来掠掉，啊因为，我为什么要搞出来掠掉？我你讲你搞掉，系啊，掠掉，对啊。同款，你嘛是开灯，嘛是够棒啊。可是至少没有那么多啊。你是伫下晡的时阵，超棒啊，开较济。啊，不然到晚上，其实蚊子就变少了啦。来来，到暗时啊，等于车开灯，伊好处讲增长个了嘛。对啊，所以哦，就这个小配合交给你，而且这个对蚊子来说也有个好处，因为可以把它的尸体包起来。Thank you.
鞋子好带感。我也是，我喜欢吃鞋子，鞋子好带感。吃鞋子不够漂亮吗？会看它的。我前面听你唱这首茄子蛋的秋料伊拉明天来，然后就这样。我唔知咧，你挂电话嘛？是两点咯，还唔知啊？哦，这个一支一支哦，专业。我会接电话呢，差一点就想说，哎，我怎么听我们茄子蛋唱完之后人就要？因为他还是喜欢番茄炒蛋。因为他也不喜欢茄子蛋，喜欢番茄炒蛋。其实我刚刚做囡仔的时阵啊，参照你这年纪的时阵啊，我嘛做饼食的，我啥物拢唔食，啥物奶冻啊啦、球啊啦、乌龟啦，迄我拢唔食，包括鱼啊我嘛无咧食。鱼啊，我无咧食。可是自从小朋友有小朋友之后，你就要学着说，因为你爱讲囡仔讲，讲囡仔讲，你袂当去食哦，你啥物拢爱食，海搞大汉哦。啊，咱变成咱来做囡仔看，所以咱就爱啥物拢食。所以即摆变成讲，我最爱食蛋冻啊，最爱食球啊，因为较早拢无咧食嘛，即摆变有食着，感觉气味佫闻得袂歹呢。而且咱这两种是蔬菜，那我唔敢食青菜吼，足侪囡仔拢唔敢食青菜。讲青菜食了有一种迄菜菜的味道，菜菜，我嘛唔知啥物做菜菜的味道。其实这两种青菜，食加食寡，真正对身体真好。因为我那太太小姐迄有，迄人中医师有咧讲吼，迄食桥啊吼，迄边的斑吼会无去。对，哎呀，你相信我，只有做侪迄阿姨呀、啊。哎，阮这阿姨阿公应该拢知影，对啊，拢较介绍啊。哎，叫啊，加只外面的班的补习，啊，回归水。那么阿姨，我感觉你讲对，讲对，阿姨你讲没有？我咧讲话。啊，是上，哎呦，我咧想上老街路，我阿叔唔知讲是要听这边，还是要听这边安尼哦？你袂听袂对啦。其实讲真的啦，这个啥物啥物物件拢爱讲爱讲价啦，安尼咱人的这个营养才会均衡啦。是啦，哎，人的营养来均衡，抵抗力就好啦。啊，抵抗力若好，人就较袂遐好破病啦。我以为做阿破病，迄就是因为你抵抗力无好，因为你紧食。对，所以对即摆开始会记，连榴莲嘛爱食哦。哈？我食过榴莲啊。榴莲呢？我即世人无可能食。榴莲虽然是伊的味无好闻，问题吼，伊食起来吼，无你个鼻仔底落，鼻仔底。我干嘛去？干嘛去食你啊？你问只有食过榴莲的人，你敢来问？其实你有吃过，放到嘴巴就没有那个味道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根本无得无吃。其实榴莲其实食起来就甜的，好味啊！伊是甜的，好味啊！无咧，就敢那皮无好皮尔，其实伊做应用的，它是不要去吃那些有的没的。它是水果之王呢，榴莲是水果之王呢。买好了，买好了。各位听，那今仔人更懂得讲未听，继续唱歌好咧。Thank you.
是谁？我让他受伤。